这里是四季如春的恒春半岛，暖风轻送，椰影摇曳，路旁行道树也充满热带风情。当然，这里和热带岛屿那种蓝天白云、无忧无虑的气质并不相同。蒸锅一样闷热的午后，街道上的景致和那一座红砖古城都提醒人们，这里是个有历史的地方。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更把人的心绪整个拉回从前。一地的毛氏落果，仿佛是雨水打落似的。小巷弄里的院落，没人，雨声中更有一种宁静悠然的气质。好像千百年来，人们就在这闲极的午后打个盹、闲坐，或者调弄琴弦，和着雨声弹唱几曲人世沧桑。几年前，我们曾经在这里听过那么一段《恒春调》。今日重来，雨下得正好，老朋友应该不会出门吧？听到声音了，听到乐琴的声音了。其实这几天的恒春的天气都是像这样，湿气很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突然会下起一场大雨。刚刚才下着一场这个及时雨，所以地面都湿湿的，正好刚刚很热的天气现在变得有点凉爽了。这个乐琴声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会觉得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好像没有那么孤单的感觉哦。这是什么人？哦，你好，你好。哦，这久无看到咧。对，我久无看到。这是什么人？这我第四代啦，我孙的孙啦。哦，这你的孙哦。孙的孙啦。啊，拄则有听到恁爹玩这个乐琴哦，伊爹。有，伊弹啊，伊咧弹，我爱用大钢弦甲配音啊。伊嘛会晓。有啊。啊，伊几岁？伊九岁啊。你九岁呢？啊，九岁啊！近前四五年你就捌来拜。哦，你也记得哦。四五年前我来过恒春这边，有来。你了一不？对，这啦，我有签名在遮啦。对，有签名。这我写中西 MIT 台湾字哈，这是我们导演的名字麦觉明，还有这个阮桂琼啊，这是我的啦。啊，这我画的嘛哈。对，你这里画啊。我看是几年？你。2005四月一号啦，是啊，这是马总统写的呢，有，拿来加。哦，这当时，你2008年，哦，第19届金曲奖啊，有啊，你去年阿伯，你有得到那个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嘛？有。啊，今年我嘛有伫咧这电视看到你呢。嗯。我记得你有你家你也算有表演是无？有。伊嘛有福气哦。有福气。你有去台北吗？有啊。你有去哦？今年去了嘛？对不对？啊，你现在很厉害吗？还不会。是谁教你的？阿宙教你的。那今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听到你跟阿宙在表演，是不是？你们刚刚在表演什么？思想起高会啦，阿弟背扎李伟秀。对哦，现在有传人。阿弟今嘛有小看拎结局不？我靠不了。今嘛靠不了。靠不了，拎不起，拎不起，靠不了，拎不起。对啊，我四年前来的时阵，你有拎，是拎迄高粱嘛，高粱嘛，今嘛靠不了哈。但是身体还是就用哈。身体。我搞点小小心点，存点礼拜。我那老人哦，爱啉一输啊。哦，血液循环啦，叫循环哈。这个循环啦，啊，你若拢有咧啉酒哦，啊，你无搞啉哦，身体也点礼拜。卖啉醉啦，啉小看就好了哈，是吧？很久没有听到朱老先生表演了哈，这一次正好加上，等于是曾孙呢，再一起表演一次可以吗？嗯，可以听你表演这乐器。对啊，有4年的时间没有听过现场演奏了哈。我两个先来喝几年。好了，好几了，先喝一下。就是降低了，来，收了。
在树下演奏，你会觉得乐琴和这一曲思想起，就像在恒春半岛生了根似的，你不能把它移走，在别的土地上它就是格格不入，生命力全失，就像当年陈达在台北的民歌餐厅演唱那样。尤其看到朱老先生的曾孙弹唱起来颇有大将之风，更觉得恒春调后继有人。只是陈达和朱丁顺老先生经历过的沧桑悲凉，小朋友的稚嫩嗓音唱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新一代的演唱者会演唱出新一代的恒春调，唱出这里新旧交融、族群缤纷的独特风情。老歌手琴音犹在，小歌手雏凤青发，下次我们到恒春半岛一定还要在老宅前大树下听这一老一少两位朋友唱出最道地的恒春调。